哎，又在看巧克力，你拿的什么？吃口味，我们一起尝尝吧。不行，老是吃甜的，对身体多不好。一盒吗？一盒。哎，不行，放回去。走，我买菜回去做饭。老公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老公。你再叫一次。老公。买，想吃什么买什么。若言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想自己待会儿。这段时间能不能别烦我？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烦啊？人呢？若言，你弄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你醒了呀？怎么样，心情好点了吗？你身后藏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看看。这个。你不是心情不好吗？我磕了一下午了，就想逗你开心一下，快尝尝好不好吃？你怎么了呀？听说你又让他给你买新包包了。每个海王碰到我都说我是码头，想上岸。那我付出真心，他又想下海。我收他点咖啡，不过分吧？